我叫杨国明，从十五岁然后开始就做从事服装行当，做到现在也有17-18年了。当然，上海做服装，实际上客人对工艺方面侪相当要讲究的。小辰光就是师傅一直讲，做手艺一定要熬出头，手艺不仅如讨饭，像这句话帮我来讲，就是一记老一辈子的重要。实际上，手工西装是一门中国工艺了，每一道工序实际上侪蛮重要。首先，侬从量体啊，再帮客人选料啊，再后来开始从设计啊，从缝制方面。整烫啊，实际上侪蛮重要的。每道工艺侬是要把握了，相当要准确，是吧？侬最后才能够做出一件客人满意的样子做出来。侬打只比方，从几点几个数据啊，有辰光侬摸测到客人的体型啊，有种身材啥大肚皮啊，一种腰肌啊，一种含胸啊、肚背啊，侬侪辰光尽量就是能够尽量避免捞客人的缺陷，能够修饰它。扬长避短，是吧？能够做出就是客人比较欢喜的衣裳。像阿拉现在就是坚持手工全麻衬一种传统的工艺做法，搿种衣裳做出呢要比较挺刮，外加就是穿了身高头看是比较滑，比像现在外头一种就是做呢衬啊、做半麻衬啊，就是要好交交关关。因为搿种衣裳穿了身高头呢比较贴合客人的身材。实际上，有光我觉着我最大的优势呢，就是有光经常立辣对方的角度倾听对方的想法，是伐？做搿样越久，只有光才觉着作为客人满意辰光呢，才是觉着搿件衣裳是最好衣裳，是伐？有光就觉着哎呦搿件衣裳做了好，哎呦师傅像侬样侬，觉着哎呦是自家最开心辰光。做服装闲话，从最初就是为了吃饭啊，到现在好像变成一种觉着对一种工艺的追求一样。我也希望等福州搿地方做呢，能够做出第一名堂出来，尽量能够帮每个客人做好。也希望能够帮老板就是做出一块能是全市的招牌一样。